一讲到台南白河，一般人想到的就是来这看莲花、吃莲子、莲藕大餐，搁再饮一杯莲藕茶，清凉又搁退火。等到莲花拢谢了了，整个田变成青黄色的时阵，做田人就要准备开始无闲了。透早还未六点，采收莲藕、做莲藕粉的加工就要开始了。因对看起来无虾米的土内面，挖一大堆好宝贝，不管是菜藕、藕粉，拢是好食又搁健康的台湾好滋味。每礼拜五暗时10点，花溪台湾好滋味，上怀念的那一味。